天气降温了，然后今天早上我看还掉了好多雨点儿，下了半天雨。就是绿大公主这个脖子，好多人特别关心，是吧？然后她是去年2月份，是吧？到现在一直就没犯。有的人说那个好没好，是吧？没犯就是好我一直啊。因为也没去复查，但是不要学对，我，没复查完我，因为我没疼。你说人都是这样，只要你哪儿不难受，你就不想去看他。是，然他后，是让半年还是1年复查去，是吧？对，我就一直没去，然后过些日子，等我好一点，回头也去复查看看对，可以。啊。然然后。后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就是，这个毛病就是少低头，别着凉，戴围脖。然后他最最主要的呀，就是做这个银包热敷啊，看见了吗？就是不管你是颈椎也是哪儿，我有伤口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就是一到个阴天啊，或者是什是，么，你就感觉不得劲，是吧？对，不是说哪儿，反正就不得劲，反正这有这种问题的人都脖不子、腰、腿都那样，所以我就是。我这人还比较坚持，天天敷，以至于我住院，我都得带上点儿，或者我上哪儿我都得带上点儿，是，就是生怕那种你指不定哪会儿就不得劲了，哎，泡温泉也带，就挺住费院劲也儿的，带，你们知道吗？旅行也带，有这家人，对，我住院的时候我还看，回来我再看视频，有的人问你转个，绿大公主那捂脚的那个是什么？我这就是都能的。哎呀，哪儿都能使，对，反正真的是。银包、艾草热敷啊，然后他那个脖子也可以弄，然后后腰也可以弄，腿、肚子都行。对，你想敷哪儿就敷哪儿，然后。最主要，吕大公主把这全套都配齐了，不管是脖子这个啊，肩颈的这个，然后腰部的啊，腿部的，全身的全有，马甲式的。但是我说句良心话啊，就是这款和马甲式的，是。最实用的，因为你可以搁到肚子上，也可以搁到腰上，哪儿你都可方以便放，是你吧？知道吗？是，好到好阴做。天了，现在一定注意保护自己，不要着凉啊。对对对，坚持做。今天有一个那姐们还说呢，买了，我说那您坚持做，好的好的。就什么东西你就坚持，你要是买完了你就跟那搁着瞅着它，瞅着它可不管事儿。你看我这个。两对，三个循环着，就从是哪儿你那带到哪个儿。脖子呀，还有你那腰啊、腿呀、啊，你那也不是一天的事儿，是吧？所以说你得坚持每天得做这东西，是不是？哎，坚持，坚持就会见到，是吧？希望大家都健康啊。好，做吧，挺好，暖暖乎乎的。呵呵